七月二晚，《花儿与少年》大结局上篇将震撼上线哦，极限挑战序幕即将拉开，花少团队会有怎样的精彩表现呢？姥姥也是好期待的说，继《五环之歌》等神曲之后，那扎澳洲游再度飙个嗨唱《蒙娜丽莎》，在贡献笑料的同时，也收获了蒙娜丽莎的美称。一路走来，挑战过各种高难度项目的那扎，勇气倍增，大胆选择了难度系数最高的项目蹦极，一旦表现蹦极超嗨的，更是喊话越精简越要玩，自封花少大姐大，信心满满啊！娇滴滴的那扎如此勇敢，姥姥真是心生敬佩啊！而当蹦极真正来袭时，那扎瞬间吓到泪崩，而花少团队自动开启武力那扎模式。自加盟花少以来，那扎不断超越自我，完成自身一次次蜕变，获得好评不断。那么面对本次蹦极，最终他能否鼓足勇气，纵跃而下，实力冲击花少大姐大名号呢？请大家和姥姥一起相约本周日晚22点，湖南卫视的《花儿与少年三》吧！芒果捞新闻，期待那扎的精彩表现哦！报道。